这个菜钱，你这米这些乌土管这个，哎那什么，这些啊产地鱼，而且它这边的生煎全部，边的浪不切蛋，生煎熊熊，啊那些麻茶都切不一米呢，过去绿鱼，边的它搞出来，七种开发了嘛，都少了七种是哎那什么，是吧？人就上地，公母就下我们。这个问题，他是问到说他真的很不想这么做，而且他画了一个在哭的脸。他说他真的很不想这么做，但是呢，他还是看到那么多的蚊子，他还是会去杀他们。那请问法王，他要如何停止去杀这些昆虫？那法王说，这的确是一个似乎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他有时候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很多时候是环境的条件差别是有关系的。譬如说，如果你住处它比较干净比较好，当然蚊子比较少的。但无论任何情况之下，就像很多蚊子很少蚊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这个生命不在于它的体型的大小，而是都跟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而且它都是属于我们说众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你要杀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身体上那么短暂一点点的快乐，然后你就去要杀害一个生命的话，如果你这样去想，你会发觉这真的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说人呢，他是有思想有智慧，可以找出很多的方法不要杀他，但是同时你也可以不被他咬，或者说你可以避免被他这个咬，你也可以自己也过得快乐，所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而避免去杀他是可以的。所以说无论像是大象那么大体型的生命，或者说像那么小小的一个蚊子的生命，我们说可能体型身形有不同，但是生命，我们具有生命的这个特质是一样的。别人也我来错啊，谢谢你们还是你错啊的，但你也得记住就不干了就罗子巴子怎么子打的哇他的名还是的 mosquito repellent 他还是的人家的新闻他的人不得他的这班呢他可对你十个月没提出了这些这些对你啊十多年了这八十年没到八十年没到他都是得就是他的国安做的一个七的内容就是他的把抓死抓死因为呢抓死这样的可对呢那个肯定呢，我说肯定这边好么？我说的是假如的。他那天也起码在上面等的山上，找那找土民多，哎，那边可是算的假如的多。再来，他平时在这里，忽然出来偏多月吧，忽然来偏多月吧，现在这个上面当过多上的山了。他把说讲那讲，他讲他出来呗，就跟他说吧，这边管的把这些上出来去。我在外干了，东西没得去借钱，那个是这下不硬，说说了就上了当，就是说出来偏远去讨，果然出来就说价了，年龄就偏多了去远了呢，果然出来偏多了去学不起，这你也不是都是，可是你们看现在阿拉阿弟这轻松，大家就是呢，大家呢没上面的钱我是够买的，阿拉个什么主意的地，我的阿昌么了这没事给了的。别的羊告诉你拿上这边的单羊对吧要不要买单但一边的什么主意怎么行什么主意怎么行那在这里方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前几天一个处理的方式这也是前几天想到的也就是现在蚊子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点那个电蚊香有没有但是呢到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到底点那个电蚊香呢那些蚊子会不会被 杀死所以呢，法王后来想一想，他也就不敢点了，因为如果杀了蚊子也不好。但是呢，问题是你不点的话呢，这些蚊子就飞来了。飞来之后呢，他就会用方法，就会把它，如果靠近了，就会要把它赶走。但是蚊子很厉害，就是有的时候它在咬你，你都不知道它在咬你，但是你已经被咬了。所以的情况会变成是说，你想赶走也赶不走，但是呢，它咬还是咬你。所以法王就一直想，他就想出一个方法，一个叫两全其美的就是对蚊子也好对自己也好的方法这是什么呢也就是那就让你咬吧然后我是带着一个爱心跟一个布施的心让你来咬
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是自己也得到了布施的功德，而且那些蚊子也吃得饱饱的。所以呢，房说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这只是他的想法，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么做的。为什么？的确你让蚊子这样一直咬可能会生病，所以并不是很好，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他也这么去做。他早上那么晒的就迷茫，我去热瓦去，就这里就打这里的啊，口渴不起，他问的是，你有人不宁了，伢儿喂，刚爱的就马就闲了，马都用什么的？现在你的他这当个就早上那么少了，他说了他就各种什么的个那么，就王国巨蟹、绵阿顿，做的三阿就王都下位那了的，三阿就王都下位了，王国巨蟹、绵阿顿嘛。这个大家各种什么的个造业了嘛，这些用的要嘞。嗯，但那些，大家那大家说的个呢，但多少用完都消费呢呀？那既然造业了嘛，啥子意思就要嘛的呢？但改为新年，造业改为新年就用出门了，造业个让个进，让多个内端个改为新年进，阿巴都这样，改为新年这样。确真把不怎么一把人力给这个说他用心书店用心给为新年度我说的给点啊给书店给为新年那这些把这他多久用完的产品再有那么几下球门中看他的钱呢当然这个新品的再为那么的被这做给挪不得这个得用这个他说的钱啊给哎，那边七年了不打，俺那是原点了的，哎，吃上个子，看到药嘛嘞，这用下了这个白水切的药嘞，可能上个子上了三个恐怕同样的白水切的药为印度上嘞，哎，得学一个，再为那么十年，大多那么七年，改为新的七年上个子用下这个白水切过，嗯，学切过药嘞，但因为呢，他的白水切是不得嘛多呗，俺嘞这个七年上个给。要嘛嘞，要嘛嘞的，因为呢，那就迷茫不起个了呀。比如说起一切的，热瓦酒也为研究啥呢？阿拉给呢，没信他这落盘，绝别，绝把没因别的了，绝把，没给我的。当然是落没办法的，当然是搞不给别吃了呀，这甚至抓我赔我。阿巴多的，阿拉。刚才我进去了，现在在那个看药嘛的呢，俺那里也叫我干嘛被产气也被引出山，他那个就，他叫我干嘛工资恐怕他不能比的，吃了不得，俺肚子，忙了了说不定，他也被引出山，他那一来天性都，哦，但俺那就，你给平时是，他，他说，俺那你平时你个，俺那就什么时候就，别说吃不呢，用到卡布里也是。那这六个月，这印度山呢，它，多多的可能是存在多多的，既然阿兰文呢，阿兰格语文呢，就他说阿兰格吧，这里啊，罗马语不记得，这语不就是前面藏着阿兰学习重复的，那就，它。给为新年党，俺大姐喇叭党，刀把空木的举不讲讲了，这里几两公斤输的远，俺这里就是啥呢？因为呢，他看到做的俺从了去，他剧本的了呀，俺这俺最近这把小孩了，就各个全部研究啥呢？做的剧本第一个，俺去，这个说这出行的伢不说连，这里前面因为呢，之前呢，咱这个面罩是不上去，是吧？미국진짜지지알았다그래서담개인이봐동기가나야담대냐소나나균유민사죠담바보담바보가사대네바자사도면칸도여비네야담배튼데타바다탐지켐베귤란조아시도나대고냐소나사나개바요마레사죠레데니도가사르미드쳇라드여섬베인디사네가사고가리네미네쳇데냐메샤조디티라즈응아레자와라마띵기인사튼다디肯定是用机器活的，是呢。看啥俺的直播的什么嘛东西呢？俺嘛写一下呗，确定咋样那么得不给？得了呀呗，直播的，俺得了呀呗，工资也不起，俺们连钱呗也没呢。等等，拍到用啊，让我约。
다데 두게 직접 사람한테 용서 맞다 다데 디즈 증세 참았어 라옹 这里呢是问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说能不能够在十二月二十七号之前请求法王给予皈依，那法王说是有可能的。好，第二个问题是问到说，请问如果要医治法王成为根本上师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或者有些什么仪式吗？那法王说，既然谈到了这个根本上师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终于可以将放在心里。 放了积聚了非常非常久的这些困难跟辛酸都想要在这里讲出来，所以说讲到这个根本上师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在密乘里面，他会谈到有具备三恩的这种根本上师，指的是他给予你灌顶，给予你续点的讲说，还有给予你口诀的教授，这样子三恩的上师呢，他被称为叫根本上师，这是从密乘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显乘的角度来说呢？ 并没有根本上师这个词，但是他会有一个叫善知识的这样一个词哦。那或许善知识在这里也可以讲成就是根本的总的这样一个善知识，意思就是他是一位你主要一直亲近皈依的一位老师，一位善知识，他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他也可以成为叫做根本上师吧，但可以称为叫根本善知识。那么就谈到法王他自己来说。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具备成为这种顶严，就是庄严，或者成为这样一个根本上师的这样一个功德，并不具备。但是呢，他在努力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在努力的要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当你在朝着这个路上成就圆满佛果努力当中的时候，很自然你也能够成为众人的导师，从成为一个顶严。 所以法王说他自己就正在朝这个路上努力的在走，但是现在他也觉得并不具备这样一个上师的功德，但是那么多的朋友们会来见他，而且呢对他也升起信心，总是对他有很多的期望跟希望，所以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不希望让大家能够伤心，同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都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积聚善行而更加的欢喜。 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接受。那么，同时也从法王他自己一个叫乌金清烈这样一个这个人自己来说呢，他不具备这样的功德，但是因为是具有了噶玛巴这样一个名号，也因此可以说他也总是在心中意念着噶玛巴，所以会得到有这样子噶玛巴传承。我们说有这样的加持，噶玛巴的大悲，这样历代噶玛巴的一种传承的加持的时候，也因此。 来跟弟子们有这样的一种互动，这是他个人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每一个朋友来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把你们当成是学生，自己是老师，并没有，而看每一位呢，都觉得都是一个法友，都是法友，同时也都是善知识，甚至你们是比他更戒律清净，而且是功德也具备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法友。所以这是法王他自己对各位的一个感觉。 但是从传承，我们说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一位老师，是我们跟这个传承结下了这个法缘，透过了跟这位上师亲近他，听闻他的法而实际的修持，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教典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给予你教学的这个人，就算他自己充满各种的问题，但是因为他说的法是正确的，是佛陀的教法是珍贵的时候。 你也应该要珍惜，你也应该要修持它。所以这也就像是佛陀所说的，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的这个道理。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有法友们想要依止说法王为上师的时候，他希望让大家清楚的是，各位不是依止他个人，而依止的是他所说的这些的教法，希望你们能够对佛陀所说的这些教法升起恭敬心。 真正去行持它、修持它，希望各位能够把佛法当成是根本上师，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会给予。 这个口传，也就是佛子行三十七颂的口传，还有入菩萨行论的这个回向品的口传。
Namo Lokeshwaraya Kangeshwara Chogamese Yangrawe Chonachinusunzeba Na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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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achinusunzeba Vedi Chonachinusunzeba Sangyanda Kangeshwara Chonachinusunzeba Deya Lanishina Kyasenangye Lanishaba Chete Chuchu Nyeka Chuchinze Tashikowe Chorele Chichin Nyina Chuchu Yawamiba Nyesu Koba Kyasu Nyingye Chola Deja Chuchu Kocha Yishola Chitame Ape Lando Chibe Timo Muna Chipa Yubunga Kyasana Nyi Yungi Pape Nyomorim Chiri Nami Mebe Kechunga Sikpa Tampe Chola Ngeji Yubi Pate Pa Kyasana Nyi Yurin Rebe Tashi Sosana Bebe Rube Nuzi Chudurara Lugin Rue Kanam Sin Rube Bu Sende Rue Kan Kyasana Kanta Rona Dosun Pe Yuzi Tuzan Kobe Chawa Nyi Yubo Chana Nyi Jime Yuzi Rube Chonga Bunga Kyasana Kanchi Dene Nyeba Sinju Yungi Yangwe Da Rube Yubi Sin Yin Tapa Rangi Rube Kyasana Rube Kyasana Rube Rangi Kobe Chora Chiba Yin Chide Haye Sushi Kyoba Da Kaji Tishe Kala Kyanu Mire Rube Kujwa Kyanu Kyasana Rube Shintu Suki Nge Sundu Nge Dibele Yin Chibur Tube So Tishe Swala Pa Yen Dibele Nama Minji Kyasana Rube Sisumdewa Tzatzitwa Yi Yu Zim Shikin Jibhe Chukin Nama Mingyu Tabe Gomba Chu Tendo Nyeba Kyasana Rube Tome Dune Dana Zawa Na Mano Duna Rube Tishe Taye Simche Rube Chanchu Simche Kyasana Rube Yen Dunga Ma Rube Tati Dure Nyo Zobe Sange Shembe Rube Tishe Tati Shingi Dunga Na Yanda Chiba Kyasana Rube Sudan Dwe Chen Wangi Tange Na Tamche Choko Chokto Juna Ya Luna Longcho Tishon Kewa Na Jena Wangwa Kyasana Shangla Nyeba Chukse Me Yoda Kata Taga Kuba Chuchin Nyingzi Wangi Tehe Dikwa Na Dala Nyeba Kyasana Rube Kasi Dala Minye Na Zoba Tungso Nyeba Chokre Chena Ya Shabe Simche Lang Yanda Yen 年不知道是多么久，那么久不也拿了东西随便也别就你不明白，解释了让给谁当着我们就那几率着我就随便我就这些，相当于你这么问个人，有的话解释了，人家对别人的认识去了，其实这些三百块钱就看那些这些用，吃都不花解释了，那些吃的那么的，那个什么的那些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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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再来是入菩萨行论回向品的口传。君主的心比君主主嘛就，大乘说法老主观那么作业，给我那做个自觉了就不少说，我说说东方的不行吧，他到时候也得着，多少说咋过去说，能真念不念，逐渐说也得，因为就是说你这个念我倒相信，在这里呢，最近来讲说，从你那逐渐心思的进来说说，在些善行的说说，那什么的讲，这只能说些不良东西，不是。听我把他们把他们说给你们讲嘛别把这种钱的做到你要是说的你们就说的你就说的这些这些都是就是我那就说也是那个就是说他们都是说的别的说的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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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Samudareyam bhava sagaraja